的伙伴们，大家好，我现在广州的白银。那次晚上呢，接到得知，是在广州在建全球首个健康驿站，它成为当地现在的国联酒店，是非常的安全。我们去现场看看它的进度怎么样啊？白银的中乐坛啊，这地方已经是靠近从化了，路上是非常安静啊，车都没看到。那在前方这里就是国际健康驿站了，它是一个智慧化、无人化程度非常高的隔离区，里面是有5000个独立的房间，可以保证人员不会产生交叉的感染。我看前方这里就有一辆无人车在巡逻。据了解，驿站里面每个房间都是非常高科技的，都安装有智能的臭蚊摄像头，安装有生命感知雷达，都能将客人的生命体征数据传送到驿站的系统内。目前驿站好像已经是试运营了，它的总面积是高达400亩，而在对面这里好像还在建设中啊。全球首创非常的牛，总投资是高达14个亿。那到时些入境的人员都是集中在这里隔离了，一排排过来看的是相当的壮观啊。那整个健康驿站，它除了是提供隔离点外，它里面还将开设有发热门诊啊、综合门诊等等一些医院场所，到时候入境的人员如果有些身体的问题都能及时就医啊。据了解，现在一期已经是有450人的团队进驻这里了，全球首创了，为广州点赞，拜拜。